我在这边真的跟大家说，离婚这件事情还蛮简单的，还好就是蛮顺利的。是的，各位就是单亲妈妈们，不用在那边伤心哈。OK， 没有什么啦。现在我48，我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们瘦，是，但是呢，你们会看到地狱的感觉，对，要不然真的很难受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！我现在是单亲妈妈，耶！反正大家不要担心我 ，OK？ 我有看到大家留言，真的是谢谢你们，就是为了我们加油啊！真的超级正能量，真的，我在这边真的跟大家说，离婚这件事情还蛮简单的。还好就是蛮顺利的。是的，对，就是很和平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而且呢，现在我已经恢复了嘛，耶，恢复单身的感觉。各位就是单亲妈妈们，不用在那边伤心哈。OK， 没有什么啦。现在我48，我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们瘦，是，但是呢，你们会看到地狱的感觉，对，要不然真的很难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健歌就在这里。